我的中国说唱，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。欢迎各位来到优酸乳中国说唱巅峰对决总决赛的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宝石老舅。这个夏天说唱之火被再次点燃，我们也用了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见证了中文说唱里的大事件。24位巅峰 rapper 在这里风云集结，他们通过一场场巅峰对决强强结盟，以热血的姿态呈现出了中文说唱最高水准的巅峰舞台。同时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中文说唱这一代最赤诚的热爱。现在我要有请这些巅峰 rapper 们带来总决赛开场表演，一代。开始只有纯天然的，没有添加剂，只有智能 MC， 没人给自己加戏，互相发币，互相暗自发力，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，到你我逐渐发迹，有的成了历史，有的成了绝，有人成为明星，有人跟着学，有的时候是我对了，有的时候是我缺，有的话在我的心里我不能够再变。不同中产日记，我们来自同个出场地，因为总会有人不满意，只有爱看戏的觉得 beef 是第一生产力。 I say peace to everyone, peace to the CDC。 教授词不达意，长得好言不由衷，风光是太过华丽，可终究人去楼空。如果能留下什么，当有天我们退役，留一首感动的歌和最潇洒的背影。在这喧嚣的时代，仿佛没人能例外，他们都在跟风，除了我们这一代。当风暴来袭，我们该动作即开，把拳头举起，就应该一直对外。 One can play， 这是我们这一代，有时清醒，有时倦怠，永远在一块，梦继续追，这是我们这一代。让我们离开吧，所有战绩每一块。记得毕业的那晚和大家喝的烂醉，期待配合明星之后对他说句赞，会在球鞋店前排队，迷失在凌晨的派对，记得盘中餐是来自前人种的麦穗。记得我挤着公车，你放弃独立功课，不顾一切冲，那么未来只有西北风和。如今你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车，是否还记得唱着属于你自己的歌？浪过散过，可从来没绝望，又是谁在那唱着让你湿透了眼眶，在角落也要发光。我们敢恨也敢爱，只为老了以后没有因为后悔感慨。所以我发誓做个白手起家的富一代，买个大房子，所有 homie 住一块，不停跟的 rap 来找个海贼王的心烦，但永远不管今天，因为我要发新传。在这喧嚣的时代，仿佛没人能例外，他们都在跟风，除了我们这一代。当风
们，台下的你们，我们永远在一块。One love for Chinese hip hop, rap China, here we come, yo.感谢感谢所有的巅峰 rapper 们为我们带来非常经典的一首《一代》，同时也要感谢我们三位返场 rapper Seppy、Brandy、小白、李佳龙。感谢三位，感谢三位。同时，我们三位可以先回到休息室稍作等待，好吧？欢迎 ，Nice show, Nice show。大家好，我是召集人彻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除了现场的对决，迎来了史上最豪华的特邀解说员阵容。让我们欢迎青年演员歌手优酸乳品牌代言人陈立农同学。欢迎我们返场的巅峰 rapper 李佳龙。IP Brand B 白景逸 T 上梁老师 T 上老梁，我们的第二十五人是吧？黄金二十五人，还有特邀解说员池子同学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今天的特邀解说间呢，就由我来陪伴大家，主要是要听到各位一些真实的看法。好的，请大家 Real Talk 好不好？好啊，立农是第一次参加说唱节目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什么感受？其实我昨天第一次过来做了一些前面的工作，我发现 rapper 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好，先说之前想象的 rapper 是什么样的。会有一种火药味，比较刚性，但是他们的私底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和谐，很有那种温暖的感觉。哦，跟节目里面呢观众看到的这些会很有反差，他们私底下其实很可爱。对，之前老觉得我们这个圈子都是剑拔弩张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是的。其实是的。都是假象。等一下我给大家表演助助兴啊，我先去换衣服。期待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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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准备拭目以待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